再过几天就搬走。这么快？该办的事都办完了，还差一件，所以就觉得该走了。还有一个人没有见到。我等的人也没有等到。你还有一件什么事情要做？下去给你开门啊！我现在等了你好久了，杜先生，等一下。啊，杜先生，一路上还好吗？我们现在上去看一看三楼，三楼是我们这最好的房间，景色啊、采光啊，各种都特别特别好。不知道你喜欢怎么样的房间啊？三楼有一个小阳台，真的特别棒，你可以出去喝茶啊、抽烟啊，都非常非常好。我们这里嘞，大陆的租客啊，像你一样的都有很多的啦，还有香港的，男的、女的，什么人都有啦。哎，看到没？那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露台，真的非常好看。哎嗨，林太，去哪儿？出去一下。下午党有没有空打麻将？再说啊，好，拜。她也一个人住在这里啊，她老公都这里隐蔽吗？啊，隐蔽，当然隐蔽啊，都是树，都是花，你要干嘛都行啊。还要带你去看一下那个草，那个，哇，看到没有这个风景？你想干嘛都Are you Chinese? Hey, 你是中国人吗？ No, your business. 先生可以借根烟抽吗？yeah, sure, no problem. Give me a minute. 别动。Okay, who are you? And what do you want? 把你手机给我。Look, my phone's not worth any money. How about I give you my wallet? There's cash, and there's a card in there. Okay. 出来，出来，别动。Okay.看书去了啊，我去买菜。哎，昨天新来的那个拿着黑箱子的那个啊，那个是新来的房客，也是大陆的，跟你一样。哦，他住哪里啊？他住八号。哦，他平常都做些什么？他平常就喜欢在后面那个草坪喝喝酒啦，看看书啦。啊，不知道他怪怪的。有空再打麻将啊。好，拜拜。
你只要信用卡。好的。拜拜。今天天气不错，好热啊。这酒不错吗？谢谢你了。你怎么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不会吧，一杯酒而已，不要不高兴啊。这叫什么名字？我再买一杯给你啊。说，我知道了。你还不高兴啊？不至于吧？那我去买一杯给你吧。你不能走。为什么？我去给你买酒啊。你不能走。你别这样，你弄痛我了。你放开。走了走了走了，我走了。你就这么不想回家吗？哎，你看见我车钥匙了吗？这里那个吗？是啊。那是我老公的车钥匙啊。那是你老公吗？对啊，你为什么拿我老公的车钥匙？这是我的任务。为什么每次碰见你这个女人都会这么倒霉啊？你为什么还喝我的酒？那是因为你的黑箱子。知道你的音乐盒被摔坏了，买了个新的送给你，给姐妹。这怎么好意思呢？没事，希望你能听你的白糖。你要去哪里啊？夏威夷。真好。那里有许多白糖，你可以在咖啡里放一辈子的白糖，这样就永远不会觉得苦。我已经不想去了，我本来就是从外面的世界搬来的，现在我不愿意再看外面的世界。我在那边多点了一份咖啡，在夏威夷，老板说那边咖啡挺适合爱哭的女人。我已经习惯这边的生活了，再去了那边，我想我不适应了。我不想再次成为他乡人。其实过那条马路很简单，重要的是在那边等你的人是对的就好。一个人总要独自看陌生的风景，走陌生的路，听陌生的歌，所以我选择留在自己的岁月里了。你先休息一下吧，收拾收拾。我要走了，你老公知道咱俩认识，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反正我也不想待在这个没有爱的家庭里了。我们做个交易吧，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安全的离开，但你要答应我，你要保护我。
喂，我到这里了，我帮你看过了，这都安全，你过来吧，我在这儿等你，快点啊。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现在躲一会儿吧，船一会儿就来了。什么时候出发？船8:46就到。好。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出去看一下吧。好。Don't you move. Oh. Don't move. Taking my gun was fun, huh? I'll take my gun and I'll take your life with it. All right. Put your hands up. Quickly, man. Turn around. No. Don't move. Don't move. Why did you fucking lie to me?我没有跟你撒谎啊。My car keys, why'd you lie to me? 那是他做的，跟我没关系，我不知道。You know nothing. All right then, do you still love me? 我当然爱你啊，但你现在根本不爱我了，你每天都不回家，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All right, simple. You got two options. It's either you come back with me, or go to hell with him. All this talking is diverting us from the main event.All I want is my fucking stuff back. 你给他吧，你快给他吧。我没有。那在哪里啊？昨晚那杯啤酒被你给喝了，信用卡在里面。我。是。Sorry, my baby dragonfl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No, no, no.请问怎么称呼？嗯，叫我林太太就好了。看你几乎每天都在坐在这里，没怎么出去。嗯，习惯了，在这里可以弹弹房东太太的琴，看看书，这就是我的生活。嗯，请问你怎么称呼？嗯，我姓杜，叫我杜先生就好。嗯，听你口音，不是。北方的人是南方人。嗯，我从香港过来的。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我来了英国。哦。你一个人住？我先生在大陆做生意，嗯，很少回英国，忙的时候3个月回来一次吧。那你挺耐得住寂寞。嗯，习惯了。其实我很知足，每次他回来都会给我带礼物。所以你现在。是和礼物过日子了。嗯，我要去买菜了，房东太太应该立马就回来了，你等等吧。